是个歌手，你不要唱。不是歌手，你是个人，你也不能唱成这样。你还要去参加那个唱歌的节目的？我目的是啥？我就给他费这儿。我以为能有什么新鲜的呢，我还给你铺一下。听你的，听你啊，当然听你的了。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你们有别的答案吗？你们？真不来人了！真不来人了！今天有可能我们王牌家族会很酷，人狠话不多。今天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第一关，金曲飞花令。第一轮我们请狒狒拿上要求，和职业有关的歌曲。从谁开始？那个西湖美景三月天呢，这是啥呀？船夫。是船夫唱的歌。对，西湖美景三月天呢。算吗？算吗？当然，这标准答案呢。这怎么还算呢？船夫没毛病。你刚刚不是说你船夫唱的歌是吧？我唱个许大夫唱的歌。嗯，娘子娘子生得好美丽。他是大夫吧？是大夫，许仙唱的歌。对，我来。你难过的太表面，他像一个演员。哦，对，那个演员那个什么？你这是评剧吗？还是被调跑的呀？你难过的太表面。你还不是个歌手，你不要唱。不是歌手。你是个人，你也不能唱成这样。是，嘿嘿。还有，这是什么职业？哦，牙医。猜，牙疼了。牙医。患者。患者是职业吗？你真的是，真的是，我以为能有什么新鲜的呢，我还给你铺一下。我想了个牛的，觉得您快来。哆啦鸡，哆啦鸡，保洁，哎，你这个保洁，他是朝鲜民歌，唱的是桔梗，直译过来可不是倒垃圾啊。而且多打我哥的脸，我哥上去之前跟我说，我小子觉得。让我把你心儿摘一下。医生手术。哪个医生是把心儿摘下？妈呀，那手术才难呢。大手术可辛苦了。表达委屈的歌，唱也要唱得很伤感啊。好，带着那个情绪把这个歌唱出来，不能硬熬的伤感啊。听见没有，对面不能硬凹啊。哎，等一下，不能硬凹，我们不是输了吗？我们的价值在哪儿体现？那就这样吧，很伤。啥呀？哪样啊？没背来词儿啊，没背来词儿，但情绪感受到了，非常饱满。那就这样吧，算了。夜太黑，还有什么人让我心着树，让我心着树伤痕？伤痕，你听多难过呀！你都听呆了吧？我觉得有些歌吧，就是。歌唱家要不会唱，要不就别唱了。你又不像我们扛得住压力。你总是心太软。没了，就一句，这多唱一句，而且重复的。心太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哎呀，太让人心疼了，太心疼了。委屈吗？这样委屈啊，那不都宣泄出来了吗？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委屈的是憋着，把这情绪压抑着。不委屈哪有东西去宣泄呢？你爱我还是他？这是问句，不难过呀。对啊，人家说爱你呢，你就不委屈了。嗯，
还没得到回答。可以了，全军出击。已经不确定了，这是问答。不难过呀。已经不确定了。不难过呀。难受。不难过呀。不难受。不难过呀。哎，不要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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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打架。你难过了吗？你难过了吗？你难过了吗？啊，那个，你到底爱不爱我？哎，又是问句，人要说爱你呢，那个很委屈。我已经感受不到了，我已经彷徨了。你爱不爱？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样比我说你不爱我，我觉得还要委屈，对吧？你太扯了。老张开车去东北，啥呀？撞了。不算。哦。你解释一下。一个人去的。不是，还后边撞了。哦，撞了。撞了还不委屈？你把撞了唱完。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哎，难过。我跟你说，你那队唯一唱最好的、最准确就这个。快点！我是一只小鸟，怎么飞也飞不够。太委屈了。哎呦，我的天，好心酸啊！你怎么会有这种经历？我的妈呀！这个有什么委屈的呢？你这属于贪欲。嗯。一个小鸟飞不高，你能飞得多高啊？小飞不高。你快去，哥，快去。你能飞多高啊？小鸟飞不高，对啊，什么委屈？我就是参与，我唱的是小鸟，不是小鸡呀、啊。那猪也够了。我是个鸟，飞不高都不委屈。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老师，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对不起，那就跟你住，这房子不用太大了。好了，时间到了啊。好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流水蜜之音啊，听前奏猜歌名，第一首请听歌。小童，这么快吗？花，快说，花你花没摁啊？你我俩先把这权力主动权掌握下来。说，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拉斯顿？噔，是不是？噔次大次，噔次大次。对，对啊，就是噔次大次，有点像啊。对，管他呢，就是。啥歌？终于看到你的眼睛闭了起来。全是说唱歌手，没一个有调的。答的对不对呢？一起来听。不确定，我真不确定。不错了。不是，不是，不是。回答错误。王牌家族队，惩罚，开始。这个水这么大的吗？好玩吗？第二首，请听歌。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歌？哒哒哒哒，评剧。这不是我那时代的歌，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旋律。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你说说。不是评剧吗？不是评剧吗？一动的心，一动的心。不，什么一动心？听，你猜吧。我们选择相信一动的心。一动的心，一动心不是这么唱。一动的心，对不对呢？一起来听。
真叫评剧啊？对啊，这个叫评剧。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你以为叫金韵大鼓呢是吗？我们真以为金韵大鼓那个评剧呢。我也是以为那个。是吧？游戏我就猜对这么一次，也不坚定啊，哥。我当然不坚定了。坤哥，要接受惩罚，请问此时此刻你把皮衣扔掉后悔不？后悔不？人嘛，不管多大年龄，停留在哪个年龄段都有冲动的时候。哦呦，哦呦，这轮可以。让镇主加油。讲不讲究？讲究。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一把好伞还是坏伞。下一首歌来，请听歌。什么梦？追梦？腾哥，来生缘。什么？来生缘。确定吗？这把百分之百相信腾哥的。对，确定。啊，是这个吗？这可是这是雪山飞狐，一动的心。你唱的是雪山飞狐，我听的是刘德华的《来生缘》。雪山飞狐，咱家庭内部投票，哪个答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个旋律是什么？啊，你说的。你把包给我。那个什么，雪山飞狐。雪山飞狐，这歌吗？歌不叫雪山飞狐吗？是那个。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对让那钱。就叫雪山飞狐啊。等会儿让我们唱完。唱完才能知道吗？不，一中情。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一中情。什么情？什么歌？一什么情？一什么情是正确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一什么情？别！一什么情？一中情。一中情啊！一中情。一中情啊！寻寻觅觅。正确答案，来生缘。消失。这不来人了！这不来人了！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来生缘，来生缘。我的内心跟脑子一共一生只能储备三首歌，我今天中了两首，你们。不是我问你，腾哥，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最后说定的一中情可是你，我们几个不敢定了，上次误会你了。腾哥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把皮衣捡回去。不是花花，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不是啊，你在那，我错了。咋的？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怎么回事？我是完全努力够这把伞，刚才那腰带忘系上了。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怎么还耍赖呢？哎呀，别怪我不够义气啊，这个轮确实不应该教我呀。但刚才两轮发挥确实很好。吓人不？什么音乐素养？刚出了俩音符，啪给你抢！但是腾哥，我只希望你能够自信一点。那达不到。一说就那听你的吧。继续听前奏，猜歌名。这我知道这歌，但是我叫不上名。
那个谁的。啦啦啦啦，林依轮的《爱情鸟》，确定吗？确定吗？是，肯定是，是哥，肯定是，听你的。爱情鸟，当然听你的了。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你们有别的答案吗？那也是没有。敢跟我发表别意见，我单独给他们发车。这一轮都听腾哥的了。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开挂了，今天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啊，歌词倒放第一句，请说歌词。免姓能不忠，逢向路。侠年之生有，花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好像是吧？相信一下自己，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我把自信心，我这回我发现了，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总的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是的。下一句歌词是，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你才来啊。我就会这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流年咋唱？不知道啊，没听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合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这届导演带不动我。关键时刻递话筒也不好使。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呀。狭路相逢，等不到，终不到流年。到昨天，行，非常完美。等不到昨天或明天，我们一起的哒哒哒哒。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吧。一起伤心，一起流泪，流泪。也可能会一起淋雨。一起来听歌，来。什么的红线。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哦，不是红线，曲线。王牌家族接受惩罚。稳稳当当，稳稳当当的。谢谢。什么东西？拿过来，拿过来。工作证。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跑走的？刚才谁落我这一个工作证？腾哥跟我说稳稳当当的，不用抢，我就没抢，我们俩往这一躺。不是，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哎。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环节，音乐决斗场。我们能进去吗？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啊！让我们进来看一下，谢谢我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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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人动物园。巅峰对决，马上开始第一轮，选择一首歌来挑战自己的极限高音。请，沈老师，刚才已经是极限高音了，对不对？对啊，马上我这个请再高一点就破了，请。来，从深深开始。好，一二三，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好，升调，升调。升多少啊？升八个度，直接高一个八度吧，直接八度吧。
直接升八度。想念你，只想见你，为了这过去，我只想见你。再来半个，再来半个。好，应该还可以再半个。再来。贾玲有点没吃饱，这要馒头的意思。再来半个，再来半个。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应该还可以再半个。我帮一下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哎，妥妥妥，妥了，妥了，妥了。OK OK， 还可以再半个，还可以再半个。哇哦，感觉不太想见到他。来，对你就是不想见到贾玲。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还可以，好，漂亮。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行了，行了，行了，妥了。赵小肚子光一拳还能上去？不行不行不行了不行了，你瞅这眼圈。我还可以。来，下一个贾玲啊，贾玲是领悟啊。再高再高，我没唱那个，先上去，先上去啊。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厉害！我往上走了啊，哥。刚才那不是最高吗？这没到呢。我以为我会报复。有，但是说实话啊，这咱帮理不帮亲，咱得出点人动静。萨老师啊，左手举月，左手举着月，右手取黄弦，对你来说有点太低了吧？对，因为我刚才我感觉我好像都能跟唱。左手举着月。贾玲跟上了，我的天哪！左手举着月，右手举着天，又跟上了，跟上了，再上一个。你别比了半天，我跟你说，这轮贾玲胜了啊！好来，左手。你想逼死歌唱家呀？你这是再来一个二度。好来，左手举着月，还可以上，还可以啊，可以了，我输了，已经跨越了我的乐理范畴。你们很厉害，我刚才唱了一下，嗓子现在有点哑了。那都小杰了，你看，请把镜头推上来。贾玲嗓子已经小杰了。来，接下来该沈腾的了，来。爱我。来，再给我降两个调，再降。爱我还是他？我还能上吗？能。嗯，谁还能唱吗？你指他干嘛？你指他干嘛？他能八度。来来，再高点啊，老师。爱我还是他？哎呀，哎，这种音啊，我知道哥这种音是人的赫兹已经听不到了。海豚的那种。海豚不知道，反正河蟹肯定跟我一会儿有点呼应。可以啊，可以啊。接下来就好突然的。好，接下来花花也是这首啊，爱我还是他，是吧？好，来来来。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你爱我还是他。
我明白了，想再往高唱，前面得加个你。你爱我还是猜？还能高？你爱我还是猜？我的妈呀！啊，我说还能高？前面最后你我还是猜。天哪，下不去了。再高，再还能高，还能高。你前面再加，请问你试试？请问你？请问你？我数学这么好，我都算不过来。30楼以上了，这都是。不是哥，花花离开了王牌，人家还要去参加那个唱歌的节目的。我目的是啥？我就给他废这儿。下一期我俩名字不好，都怪你。好，下一趴我们要比的是在音乐领域的你能我不能，就是要那种啊，什么绝活是你可以，别人不可以的。那我来，我来。好好好，我来。易中天。在梦里，像，来个花脸呢，给他。在梦里是这样吗？站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接下来由沈腾大哥为大家带来王牌音乐上升。今天我们的王牌音乐小馆呢，把乐队也叫来了，因为每一个人啊，一定都会列出一张经常单曲循环的歌单。如果这首歌在此刻同样可以触动你心弦的话，你可以来到那里，用歌声把我们带入到你的心境当中去。我当年考军艺的时候学的这首歌，艺考曲目啊。小白鸭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什么玩意儿？这边疆。你听歌的，你还是演电影吗？哎，我们看到贾玲常听的歌单上有一首刘德华的歌。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很崇拜刘德华，但是一直觉得呢，两个人这么多年了，感情一直很好。虽然没见过面吧。而且这首歌，腾哥应该是肯定是不记得了。我们曾经参加一个小品比赛，我是第3，你是第1，一周写一个剧本，像地狱一样的日子，折磨人。每天早上看到6点的北京，有时候看到早上9点的北京，就是熬夜在那弄剧本，写完剧本早上回去，真惨，那时候真惨。那3个月对我们，我他宝哥，我们3个人的伤害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那种伤害是对于短时间创作的一种恐惧感。我被淘汰的时候，节目组问我放什么歌，刘德华的17岁。这首歌是刘德华的17岁，讲述的是对支持他和喜欢他的人的感激之情。喜剧
这条路不好走，但我一直会走下去，因为有你们。我们在结束比赛以后，我们发微信说以后我们再也不可能了。还是王牌好吧？怎那么会传底呢？我们来聊聊小童的歌单。小童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我真是有点意外，你会把它放进去，《空姐之歌》。你叉叉，让你关机你不关机。超级遭黑那首歌。其实挺意外的，因为。腾哥你别乐，你看我这视频。我还真看过。谁没看过？你叉叉不是说我叉叉。成名曲吗？这不是出圈了，真的真的是出圈。当时是16岁的时候拍的一个电影里边一个就片段，很多人就黑说唱的又尬，然后跳的又不好啊，太可怕了。刚开始就确实对我就是心里产生一个特别大的阴影，我就特别抵触这首歌，特别讨厌这首歌，就真的是讨厌。小时候其实那会儿是有点好面子的，可能别人一说这个的话就是承受不了，就是大家都这样都这样。后来长大可能一分析说这首歌里面唱的也没什么不对，通过一种很快乐的洗脑的方式，然后也让大家就记住了这些关于飞机上的安全知识，然后就是参加了王牌之后脸皮也变厚了。来吧，小童，说一千道一万，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别等了。你现在也是有家的人了，我们请那几位老师坐这儿，我们过去了。来啊，你叉叉哈。啊。你叉叉。叉叉。让你关机，你不关机。我们看到花花常听的歌单上面有一首《海阔天空》，那个歌是我第一支乐队排的第一首歌。我在出道之前，大学的时候有组过乐队。我乐队的人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我毕业，我出道了嘛，后来他们又考到国外去了。你们乐队是到什么时候解散的？我们乐队其实没有解散，一直在吗？一直在，我们从来没说过要解散。你看三个兄弟现在在美国的，在英国的，在长沙的，他们好像跟你说的差不多。嗯，是吗？你听听看吧。啥呀？哦，嗨啊，真的嗨，哇，嗨，飞哥，军哥，我是他现在的鼓手。我是他现在的对手，贝斯手，贝斯。小童现在是吉他手，没你们三个事儿了，连线到此结束，再见。兄弟间感情是很好的，所以不会因为你比如说签公司了等等等等就乐队就对大家说我们这乐队不玩了。不会，我们关系非常好。今天他这个编曲也是他们新编的编曲，然后我也第一次听，其实他们改的东西还蛮多的。那你厉害，你都卡上了。对啊，就是默契嘛，就是我大概能感受到他们要传递的东西。心有灵犀。对，还是那样哦。我想问花花，这么多年我进步了没有？进步太多了。这么说吧，你们四个都或多或少的有进步。嗯，得到了我们新一组乐队的肯定。原来是这样。花，你记得最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为了保持身形然后很长时间不吃饭，你还听我的，以后别这样了。嗯，你的不容易我们都懂。如果有事儿不要憋着，你随时打电话，只要我还活着，你就永远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只要我还活着。哇，都挺实在的。我喜欢，特别羡慕这样的神仙般的兄弟情啊。有机会回来花花请你吃烧烤啊。拜拜保重啊各位，保重保重。